你肯定马来语讲得很好的，教我们几句吧。对，其实不是很好了，就是都是我全部科目里面考最低分的。多低？十分啊，总分总分几分？总分一百。喇叭塞亚斯嘎让，那可以带一点情绪吗？我感受不到你饿，肚子饿就像喇叭空空的嘛，有没有？哦，喇叭马干啊！袁姐情绪很多哦，应该会的也都教完了吧？差不多啊，对吧？哈。我要永远爱你 ，Forever and more。觉东塞尔达瑞马来西亚，哎呦，马来文阿巴卡巴就是你好，你好的意思。对啦，你看你来几个礼拜了，我们好希望你肯定马来语讲得很好的，教我们几句吧。对不对，其实不是很好了，就是都是我全部科目里面考最低分的。多低？十分啊？总分几分？总分一百。哦，不容易哦。考出十分之一来了，不容易哦。总是有几个单字吧？哎，单字就是阿布卡巴，就是你好。然后 Namaste 就是我的名字。Konjatong 就是马来文的切翻这样子。那还有没有别的可以学 ？Saya lapar sekarang, jom makan. Makan, 加班。Makan 就吃。那前面那一长串是？就是我现在很饿。啊 ，lapar saya sekarang。那可以带一点情绪吗？我感受不到你饿。简单一点，就是饿饿要怎么讲？饿就是喇叭，喇叭，喇叭饿了啦。对啦，要这样情绪，要这样。对啦，我可以演戏吧？对，可以。肚子饿就像喇叭空空的嘛，有没有？哦，喇叭马干啊！哦，袁姐情绪很多哦。不是啊，不然怎么记得住？那有联想法，哎，这样好记哦。哦，你应该会的也都教完了吧？差不多啊，对吧？哈，十分的部分。Thank you.